来，小彤，你的米饭，筷子，吃吧，啊，爱吃什么吃什么，快，那个，哎，这是盐水鸭，南京的，谢谢阿姨，那你尝尝，看看，看看地道不啊？很好吃，很地道。来吧，你也吃点。好吃啊，啊，好吃，你就多吃点。阿姨，我来吧。你别伸手啊，我来，这不合适，你来不合适。你歇着去吧。你让七七来行吗？你叫七七，你可以。行，没问题。你看，那行，我还真有点累了。你休息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休息，你休息。那你来说说。我来吧。我找你有点事儿。行了，来，好了，好了，来，看着我就行了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你说呢？他呀，对，他七七姑娘怎么样？还行，还行，不过有一点不好。哪儿不好？你看吃饭的时候啊，我就设了一个坎儿。你等会儿。你吃饭的时候设了一个什么？设了一个坎儿啊！设了一个坎儿。对呀，我想考考他，他没考好。我怎么不知道你设了一什么坎儿？你看啊，咱们桌子上是不是有一只盐水鸭，半只，对吧？啊，对，然后呢？鸭子是不是有一只腿儿？你看，一只。我呢，我就把这鸭子腿拿下来了，我就给他了。我看看他，哎，他给吃了。然后呢？吃了，我知道。再然后呢？什么再然后啊？那桌子上有老有小的，他就不知道让一让啊！啊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他自私。你说要这样的姑娘，他将来对小红能好吗？妈，你往这儿打点呢？不，那怎么个意思？就是说你再给他一个腿儿，他再扔了，是吗？是，你。妈，你听我说，你给他一个鸭子腿，他吃了，说明对你的尊重。如果他不吃，他想来想去，他认为咱们三个人为一只鸭子腿很在意、很介意，我们至于吗？为一个鸭子腿，能不能别那么小，大一点行不行？大一点，这不就是以小见大吗？这说明他什么呀？说明他不够贤惠呀，儿子。妈。他吃了，行了，他吃了，啊，我觉得他还不错，是独生女，现在还在给咱们洗碗，不对吗？第一次来咱们家，很有礼貌，很直爽的一个女孩，你不是喜欢独生女吗？独生女还能在洗碗干活。挺好，洗得挺干净。稀里哗啦都没了，不用洗了。行了，都是你咒的。你陪我啊。什么？碗。哎，别拿手，别拿手。对不起。没事，没伤着手吧？没有。哎，我拿笤帚扫一下就行了。没事。笤帚，我们家笤帚在哪？妈，笤帚在哪？笤帚在哪儿都不知道啊？啊，一看就四体不勤，不会干活的人。条上都看见你了，两字就能回答的问题，你非要说一长串吗？我不说你能记住吗？阿姨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但是要扫干净啊，要不然明天会扎脚的。你妈也恨死我。不会，我妈心胸很宽的。刚才太丢人了，你妈现在肯定特瞧不上我吧？没有，